郭富城太太方媛呢日出席慈善活动，佢话自己好耐冇面对镜头，有啲唔惯。最近佢都喺度专心凑女啊，尤其是大女而家啱啱开始读学前班，要慢慢陪佢适应。一开始我都会去送她，然后现在好一点。她慢慢都已经开始习惯了。她比较喜欢唱歌，然后跳舞。她有跳小星星。而家多咗妹妹，家姐有冇呷醋呢？她会跟她一起玩，有一点点嫉妒，但是还会一起玩的。就是你回家，然后她会，如果你抱妹妹的话，她会有一点，就会一直抱着你的腿，说妈妈妈妈这样子。就是爸爸会抱大宝，然后我就去抱妹妹这样子。